草里面我很弱。草里面Yo what up， 大家好，我是 Fashion Boy， 今天不是来做丑逼大作战，记得那个地方吗？大家看一下，那就是叮叮，我跟 Vivian 拍这个 Beauty Store 的那个丑逼大作战教学片。那今天我们这边不是要做丑逼大作战 ，OK？ 我们今天要做的是第二集的大改造。今天没有 Soju Twins， 今天我们有 Vivian。Yeah. 哇，你看几阳光少女这样子啊！哇，这是什么？不是最近跌倒没？啊，又跌倒是不是？今天我们要改造的对象呢，是一个台湾留学生。他是马来西亚人，在台湾留学，然后我现在看在哪里啊，他在我们那边拍东西那边。Go， 来，我们去找我们这一位朋友。There was one, she was from France, but her parents from Iraq. It was time to hit her up, ask her if she got some. What up, bro?Bro， 哇，终于见到你啊！真见到。哇，给我们介绍一下你自己。我是 Johan， 今年23岁，我在台湾刚开始读书。如果你今天找我是想要我，怎么样帮你？是让我帮你给你一些意见，怎么样打扮，帮你改造一下，然后你可以去跟你喜欢的女生告白。但是你有提到你是喜欢很多比较非主流的东西，好像不太会搭。OK， 没关系，来，因为你的 size 我没有你的衣服，所以你带来是好的，因为我这边没有什么衣服给你。如果我没有 sponsor， 有人 sponsor 我衣服嘛，我就可以帮人家做改造这样。来，我们看一下什么衣服 ，Let's go。OK，Let's get it。嗯。Wow。哇 ，GD feel 啊！哇，这家伙顾虑多东西啊！这个 bag 没有，我喜欢的，也是蛮得找的。这个 golf bag， 这里还有什么 accessory 给我看一下？哎呀，根本就是帅到不要不要了吗？我觉得身材稍微有点微胖或者是胖的朋友哦，有一个东西要注意的，裤子是致命伤，通常是不能穿短裤的，你们要穿直筒的裤子，最好是有点 carrot 型的，就我们叫的 carrot 裤。这样你的腿才会显小嘛 ，OK？ 脚哥就是其中一个 carrot 裤的代表。给这今天这一堆东西啊，我们就来搭一搭咯，看一下可以帮你弄到什么东西的，好不好 ？All right。我第一个 look 呢，我就把它打造一个比较运动风的 look， 让他整个人阳光一点。我觉得Johan 他比较内向啊。所以他需要一些比较 loud 的衣服颜色，来让他整个人的气色看得更加 shining baby。身体动一下，要赢一点，来。What the fuck is that？ OK， 我现在把你拍照，你就这样子，你懂那种黑人的 hip hop 吗？你看一个脚在这边，一个脚在后面，挺起来，这样子，自信。OK， 很好。如果你矮的话，你要拍得高呢，就不要拍脚，看不到脚就很高的不？这是很高嘞。来，我们再拍了几张，在这个网啊网啊。好，1、2、3。坐下来，脚这样子放。那时候像不像拍刮刮乐广告？帅哟，帅哟！啊，现在这个 look 是复古运动风嘛？下个 look 我要给它再来更加像潮人一点，更复古。现在就是一个水电工艳遇的故事哦。先付一付。你说多一次可以吗？这就是制服哇！
眼药厌世，放松四肢，看似不经意，和甜蜜的装逼。OK， 停。It was may or may be true. 爆了哟！爆了哟！I was trying hard to be keeping my cool. I kept. 你对着这样子，你看我怎么样做啊？忧郁的眼神，莫名有喜感的。他竟然没有要求啊！看看看到吧，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站姿，看到没有？还有点 A 字形这样啊， A 字形，这样就看到整个人不会很平，不会很 flat。Facebook, Instagram, you ain't even listening. Can you look at me? Here we go by this again. When I met you initially. 所以下一个 look 呢，它是比较温情一点的，就刚才在他那一堆 bundle 买回来的东西，帮他执一堆蛮有艺术家 feel 的装扮。再看一看吧。爱我的心跳跳，守候你心跳跳。爱着你心跳跳，想着你心跳跳，但是我无法度将感情收煞。就想讲，就是每个人都可以很帅很好看的，当你在做自己很喜欢的东西的时候，你就很帅。 I do this for my father, who I've only seen from time to time in my dreams. I do this for I do this for my mother, who's finally clean and no longer a fan. I do this for I do this for my sister, my wife and my kids, cause they part of the team. I do this for 走路为什么动作要大着嘛？就是那个大屌走路啊，跟人家。因为当你动作大的时候，其实你就有那个气势，有气势显得你有自信，人家就不会欺负你，还不会觉得你是一个懦夫，懂没有？我不是懦夫，不是懦夫，我是帅的吗？我是帅的吗？帅的吗？不要笑，认真，我是帅的吗？我是帅的吗？我觉得很帅啊！大屌走路，他竟然没有要求啊！OK， 很好啊，站直直 ，Yes， 对啊，很好，哇，帅！嗯，制服诱惑是吧？还是有点危险。那希望不起爸爸，我要作废。这个不可以。来吧。好像我们这样没有模特身材，我们只能觉得哎呀，要折来折去嘛，不要折，勇敢的面对自己。Yes。你是有信心，人家就不会觉得是个问题。你自己觉得是问题，你要我怎么觉得不是问题 ？Right？ Yeah。用手指这样子顶一顶啊，对，很好，看下那个顶，不要用中指。OK， 很好看，换一个 pose。OK， 走开，走路啊！我带你跑啊！约翰，换衣服。They make up lives they know aren't good enough. Just because it's how it is, don't mean it's how it has to be. This is what the uninspired testifiers fail to see. 走。Results from being that which others failed to be, and if it means you're not with me, then. 你看这样好看，喂，呜呜。OK 啊，你这样穿，我觉得很有霸气了。OK。嗯，所以我希望你回到去台湾的时候可以 ，you know. Thanks, bro. Yo, what up? Yo. 大家好，我是 Fashion Boy， 他不是约翰。你的真实姓名是？我是 Alfred。Yo， Alfred Wednesday。其实 Alfred 是我的朋友的朋友。那么今天他是饰演这约翰这个角色。那么至于约翰本人呢，他就不方便入面。其实约翰是我们之间的一个你认识？我认识。他确实在台湾念书，然后遭受到霸凌。我们没有错的话，是因为他的穿着打扮的关系，他是一个比较随便的人。我之所以会用这个课题，是因为我觉得他非常需要被 highlight。我觉得被霸凌是一个非常惨的经验，因为他会让你觉得明明是很有趣的大学生活都变得很没有趣啊。这个让我想起很久以前我读 K6 的时候，我当时就是一个老拉吼这样子的时候呢，我其实每天不太想去学校了。因为自从去了第一个礼拜，就哇，每个人都这样帅，每个人都这样有钱，每个人打扮这样好看，我自信心很 low， 我连做 cosplay 什么我都不敢去跟人家组队，所以我就希望这一个影片可以带出这个讯息，也可以，让有同样经验的你们可以，有个正能量，有个希望。是。然后同时呢，我也想要公布一个事情，也是一个你们想知道很久了的事情，就是。
到底谁是被我选中的飞仙 squad？ Alfred Wednesday， yeah， Alfred 就是 Fashion Boy 的最新成员，也是第一个的正式成员。一直在 Fashion Boy 这个频道就有 Soju Squad 一直帮我拍影片，非正式会员啊。来，然后就有 Vivian 一直在帮我拍影片，然后现在我终于有我的第一个正式收入的成员。来 ，Alfred， let's get， 告诉大家你是谁，你哪里来，你要去哪里？是 Alfred， 然后我来自 KL。为什么要加入 Fashion Boy？ 我觉得我看了很多 Fashion Boy 影片之后，我都觉得，第一次对我有很大的帮助，就是在 Fashion 上就会看到一些很不一样的东西，无论是打扮上，可能是如何拍照、posting 的这些东西。所以 Alfred 其实是一个文艺青年，他本身是很厉害打扮的，然后他也是一个 Vintage 的爱好者。对。他比我厉害，去搬个烧火，没有很厉害了。不要这样谦虚啦，不要这样谦虚，刚刚还给我炫耀你很多货，然后是哎，影片你们看到的所有衣服，全部都是他的，应该就 10% 是我的，我都忘记什么东西是我的了。那个半暖男的毛衣，我们的理念很像，我们要做的东西很像，对，我们只要搞大。是其实我收到很多你们的email， 你们的 resume 很 professional， 很专业，很有才华，有些住得很靠近，有的甚至是来自很远的，比那 JB Seremban 或者是Terengganu。 我没有选你们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在我还没有办法确保 Fashion Boy 是一个可以有盈利可以找到刺的一个公司的话，我不想耽误你们，因为我不想害到你们，也不想拖累大家。因为我知道我们都在找梦想，但是找梦想之余，我们一定要有足够的能力温饱，才可以找到梦想。不然你梦想一定会，被破灭这样子，那就不好了。所以你们等我 ，OK？ 等我 build 大了一点，我还是要继续再收入更多人的。我们想法很靠近，住也住得很靠近，我们要做的东西一样，我们要去的地方也是一样。再加上，他对 DIY 对涂鸦很有兴趣，我希望我一 hit 到 100K， 我们可以出一首歌，有嘻哈，我们嘻嘻哈哈，所以就不可以太吵，现在是1:25了喂。Anyway， 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的话，记得分享一次，看到8次，看你爱上我为止不？也要记得 like 我的 page， follow Instagram， 然后订阅我的 YouTube channel， 记得打小铃铛，我们下一集见，拜拜，拜拜。